碰一下中间方向的飞球，抓野手需要追的比较勤一些，扑下去接到了，传一垒这一边，哇哈哈！今天的中外野手都有美记守备，岳振华精彩的一个扑接哦，这球带到了比较内角的位置，在中外野天哥扑下去，哇哦，花了、wow. ，nice catch， 郭天信不给人活，天哥在三局上半用精彩的美记结束了狮队的攻势。哇，打在中线，没有，哎呦，扑到，再传向一垒，来得及，要挑战。挑战，哇，精彩！不管怎么样，叶子廷能够在最后一刻把球扑在手套里，都已经是很难。林志胜，这棒打中间方向，扑下去拦截之后起身再传一垒，哇哦 ，nice play！ 王把宝宝喂了，抓到另外一位老将。打进场内的球都找上了王胜伟，都让他来策动这样的一个美记守备。接着是很漂亮起身哦，你也来不及把这个起身，只能四位的执法裁判呢，主审是杨崇辉先生。来看一下这个球，姜昆宇扑到起身传一垒，哎呦，太强了吧！接到总冠，最后是遭到了小可爱姜昆宇的助杀出局。他来到现场，中间方向的飞球，哦，真太漂亮了 ，Amazing！背后有长眼睛啊！哇，郭天信应该会觉得这一球太冤枉了。这个球应该有机会落地，形成一个巧妙的安打，打在棒球上哦。然后进场一路，村长七星级的美记接杀，在草地上还来一个，哇！哦，这个球有没有机会？中间方向啊，飞远一点吧！哎呀，又被你没收了，又是郭天信。哇，这个会让打者会很哦啊，冷盖啊！哇，这已经打得够扎实了，最后还是被郭天信给没收掉。他身体把他的身高发挥到最极致，没话讲，今天这是100分的接球。今天这个天池没话说啊。稍微耗一下他的用球数也好，然后再就是，哇，第一颗就出来被没收啊，郭天旭，哇，这是一个美记守备 ，nice play。其实林子伟这一颗打得已经非常强、非常扎实了。但我想现场的球迷就会掌声上，其实你还是会觉得这种精彩的攻防，没错，经常看球要看的。对。就这个球是不是咬到了呢？到了圈打强奸跳起来，哎呀，没收了！超级飞机还来出来，又是陈乔伟，哇，又是回来了，真的是已经跑了一大半了，差一点还 double play。哇，这个球看起来在我在现场这样看过去，应该以为要越过去了，留不住了哦。但是又是陈晨威的一个超美记，他这一个赛季第二次嘛，上次是对统一。哇，这个球陈晨威真的是接得。太漂亮了，已经在全垒打墙的黄线上缘了，跳起来把它给没收。啊，头痛的地方。这个球打出去，哦哟，林志伟扑到了，传一垒，哇，超级美记！等级啊，这个球。这就是 Major League 的守备，漂亮漂亮。哇，他整个人飞出去哎。我想这个大师兄林志胜应该也会有点傻眼啊，眼看就要成为安打的球，这个球可以多放很多遍了。